定步，哈。来，做正面禅师，预备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换右弓步。好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变双手正面禅师，先左单边，啊，左弓步，啊，预备，勾手变掌，一、二，移重肩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变右半边，好，预备，一、二，改变重心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变侧面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换右侧面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随着转腰重心改变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收，盘手放松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左右后里翻手禅，好，来，叫他来，好了，预备，走开步，好，来，预备，一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啊，再变一个手势不同的哈，这个，那刚才不按一个是往内嘛哈，那么这个右手往外，随着这样往外走这样。这样哈，那么换这边也是一样哦，就是这样练，这样，这个刚才那是不一样的哈，刚才是这样的，向内旋进来，这样，不一样哈，大家看啊，这个我这样一转了，这个就要往这边走，角度不一样哦，再来，好，这个就捧进去，捧进这样过来，走成这样，走这样绕，好，绕好了哈，我就把这样进来，等一下这个合约捧进。这一手都是一样，只有转变那个方向不一样。好，比如我这个手要收进来，就不要往这样走，
就是往外捅进，这样走，这样，就是这样啊。你看，我变了，变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我再变了哈、啊。那么刚才的第一式就不一样，你看，不一样啊、哦。杨芳，快跨步。好，来，比如说，这个是往内收，有没有往内收？好，你看，爆杆。往外。哎，你现在基本就是爱这个。我来接。这个。跟旁边怎么走的？很好，好吧。你跟我做一次，好来。刚才你跟我做一次，好来，跟我做一次。啊，先做第一个的哈，第一个，第一个照这样做，这样，第一个是这样进来，从中线进来，这个重心改变，这个重心改变，这是第一个，要记的，我跟你讲，第一个要先怎样，一要怎样。先转腰嘛，先转腰嘞，对吧？啊，起码二嘞，就不用转，腰不用移了，就是转左腰，有没有？第一转右腰移重心，那么这个是一点点而已，我这样，要移了不？啊，你们好，那么这个手就是比较大了，这个我重心就不走了，重心已经到转过左边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起码这里就是往这样收起来，就往这样开了，有没有？是不是这样？啊，现在要往什么？转什么腰？重心呢？哎，移重心转什么腰？好，左腰嘛哈。那么你看是小肠还是大肠？小肠。啊，那么右手是它是走逆还是走顺？右手顺。哎，顺它没有走完嘛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么左手嘞？左手逆。逆嘛，好不好？对。那么两手都走完了，不对。那么现在要走大肠了哈，左手要走什么肠啊？左手走顺肠。啊，右手嘞？对，要转什么腰？啊，重心要不要改变？不用了吧啊，改变就变成这样，又走过来了哈。这样先就过来，这样四个动作你看了，左手顺，右手逆，改变重心，是不是小肠？好，大肠转左腰，重心不变，看着右手转过来，转到正前方。那么向这一手就向内往这样走了，怎么样？好，继续就是这样，小肠，大肠。小肠、大肠、小肠、大肠、小肠移重心，大肠不移重心，只有转腰。这是第一个方法练习嘛？好，你看第二个不一样哦。好，第二个就是这样，你看，是不是经过膝盖？刚才有没有经过膝盖？没有，刚才是从腰起。好，第一个是从腰起。有没有？是不是从腰起？手是从腰起。好，我要变第二个了。是不是从膝盖？好好，你要变，好，是随便。好，第一个腰，第一个腰。好，这样好，第一个腰从腰过来，好，对，过来转，还是腰。好，这样就是不是了嘛，往外了嘛，对不对？这样是腰嘛。啊，你来要变这个，你看不一样了。我这样就是膝盖了，有没有？这样就是往膝盖了，有没有？那么这个是往腰了，有没有？这个现在就是往腰去了，有没有？不一样了哈，对。然后哈，好，所以这个两个就是有变化，变化了就是一组那个撇伸腿的动作，你看啊。是不是这个动作？好了哈，来来来，你看，是不是这个动作了？对不对？这是铁三锤的动作了啊！哎，对。铁三锤，一个是经过腰，一个是经过膝盖。那么，在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这个是经过腰的吧？好，哎对。铁三锤刚好经过腰。哎，没有，铁三锤是这样，你看。现在这两个都是这样，你看这个边是往这边，有没有？
经过膝盖，好不好？是不是经过膝盖？对吧？那么再练习那个就不是了哈，你看，都经过腰际了。哎呀，啊，真不一样嘛哈，都是经过腰际的，大部分都是从经过膝盖的比较多，经过膝盖的比较多，这样一次一转变就经过膝盖好了。都捧劲经过膝盖，这个捧劲经过膝盖好，对，啊捧好，捧好，这个捧好，把膝盖做，压压下来，这个比较高，比较低，你看，对吧？这个压下来，这个左手比较高，右手比较低，啊，对，要、啊、看着这一手，啊，那好了，准备看着这一手，啊，准备捧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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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看着这一手走，腰跟着走。好，转过来了，这一手又变，这一手捧劲，这一手捧劲，搭好这个捧劲，捧劲，啊对，经过这个，对，准备哦，捧劲，这个空间捧劲，啊这个打开，对，这个跟腰，这个缝住了，有没有？准备缝住这个手，好嘞，缝住，走，移动，好，重心不移，原原规，安尼无，好嘞，改变重心，好嘞，加油，捧劲。对，那么这个什么高度刚好到胸的高度就好了，这个就伸直放长，这个就稳住，完这一身稳住，这一只伸直放长，对对对对，换右手稳住，左手伸直放长，慢慢放长，低一点，用你的身体去驾驭驾驭你的手，用你的身体驾驭。的手腰过来，啊，你要用手驾驭的身，那就变好了。好，伸直放长，等一下，看看看，啊，放长，你放长，啊，这边就长这个，下一个，放掉。这个感觉好，来转过来了。先把它分成四个角度，好，你看四个角度不准了哈，连续做起来也不好啊。比如假设啊，一辈子这样，就这样啊。现在腰你也不能过，你过了也不能转，有没有？那么也不是正的，它是看情况，那微微扶一下转腰而已，那么稳住，微微，啊对，好吧，稳住，好了，啊，走，慢慢移动，你改变重心。改变重心，好，小茶对不对？那么这个放下来，这个看这个慢慢转，慢慢转，慢慢转，不一样，左左边转，左边转，转到这里，好，到了。那么再改变重心，走小茶，小茶，好来变大茶，这魂剑，魂剑，这条线，这里，这条魂柱啊，看这一手。对，就是感觉我这个就是保护这个空间，这边好像有保护一个空间，这样子整体的，整体的。好，准备看着右手。啊，对，看着右手过来。哎，对，你知道魂剑，他看到一手就好了。好，准备魂剑，从下单到身到手都是魂剑的，带着走，就感觉你内有一个圈，外这个圈被你内圈带，啊，外圈被内圈带，啊，对，这是整体的，好，对对，慢慢走出来了，对，啊，身体低一点，压着，压着质感，不要过胸，然后胸口的高度，有松，保持松肩程度。
哎，老师捧掉，捧掉，以身驾驭你的手。哎，老板没有。啊，那么我们用空去带，你走，去走，去走，用空去带手势，再把它结合更棒一点哈、哦。好，这个空气要进来了，这个空气要出去了。这个空气准备要进来了，就是外应内，里应外，准备外应内，准备里应外。好，对，这边找到四个空气的变化了哈，就是这样，它就会拉住了，变成产生了吞吐，准备了吞。吞的时候就是移重心啊，吞移重心，吐就是不移重心带着走，对，吞，啊，化掉了啊，吞，化掉了，啊，吞，开，行，开，合。好，舌尖抵住上颚唇，吞，开，行，深圳，深，扎马，扎马，好，移重心，移重心，不变，啊，把它重心稳固，不变。啊，哎，好，哎，所以你刚才那个频率有进去了，这么打得很弱。那么在这个频率，你看，那切了往复的时候，总共有几个频率变化？你看，开始，你看，空气进去了，空气又进去了，空气又出来了，空气进去了，空。气又出来了，你看它的一个混土结合好了，你看了，它这个我们进去，你看这个是阴，这个是阳，合到这边了，我空气进去了，先到这个第一个动作，先看这样，这样，好，先把它手放这里，对，放这里，好，我们练外的哈，不练内，好，练外的，看看。转这个空间，对不对？听，辨别解释哦，好嘞。你看这个空间是不是阴空？这边是阴。我找到了哈、哦。等一下，我就产生这边是阴空来起，这边阳空了。四面太极阴阳指，看到没？它不一下子够掉。啊。好，你先。是用手在驾驭的，你操作开始啊！啊，这个啊，你好像就是用手在驾驭，你好像这个没有搅到嘛，虽然没有搅到你的身体跟手。
到丢了，有没有？这两边都是一样，你看。这样就丢了，对吧？对吧？有微缕的感觉。这个是微缕。对对对，你看看它这边还没走完呢，是不是？你走完就是或者是顺畅的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就是，啊，你走太过了，就过了。啊，你看这个立场走了没有？还没有，你看，立场一个小小的，啊，顺畅，你看还有这个小小的。小欸，那么这个空间小，这个空间大，你看，那小肠它的空间小，移重心的空间大，你看这个相对比例，看那如果调整分叉，等一下，我不移重心，空间小，那么手势空间大，你看这又有变化，不移重心，空间小，里内啊，现在里内大嘛，比如我里内移重心是不是大？啊，外面空间是不是小？对对对，你看是不是这样？你看，那要如何控制好？你看，我这个空间是不是小？啊，我移位空间是不是大？对不对啊？啊，我现在这里空间是不是大？啊，我这有没有移动边？这个空间是不是小？往光调，你好，调好，有没有控制好？对，这样，如果变化好，对。啊，上面那个手就要伸直放长，不是这样。你要协调啊，协调好，安尼讲，协调好，好嘛，好，你看，这样一过了，你看，这个并不是你这一手在带它，是你的向心手在带左边啊，这边的是左边带右边啊，这边的是右边带左边，不是这一手在带这一手。啊，你好，你今摆就是要挂边一手，你拖一手，安尼边一手加的，啊，你好。少年的囡仔学的时，哦，你看那个向心，向心很重要的地方。我今晚过来，你看用这一手在带，这一手就空掉了。啊，用手带加的空掉了掉。不是，我意思它是整理的。你看向心哪边，它带就是在哪。你若看说你讲，安尼是毋是搞只手咧拖尔，只无？安尼好无？即个拖这边好无？啊，即摆过是毋是？这边个拖这边。啊，你行，你走一次，我再说什么，知道？这个是毋是这边拖这边？啊，这个是毋是这边拖这边？哎对。啊，无你即摆换，这个拖这个看看。这个拖这个，你个看，好，这个拖这个，安尼看看无？对啊，那是向心在哪边，就是往哪边的土的向心，哪边的肢体的端气，它的向心捧劲不会说我重心往这边，会成这样吧？对吧？我看我可能往这边去多安呢，它绝对是一个这样嘛，它不会这样的，这样就不阴不阳，对不对？那么我向心往这边呢，这边是这样，这样，看见啊？碧落不会这样嘛？啊，这是碧落，好何必？啊，我今嘛，哦，这就差点了，这我了了，这嘛是，干啥呢？对，我来讲一下了，那就是向心的无土线的有阴有阳，这样产生不会有说不阴不阳。好嘞，先定制好来说，好嘞，第一个定制走过来，你看这边有阴阳了，好嘞，都不好，你看我来讲一下。向心土是这边，向心土上去的，有吗？那你好吗？哈，对，好，这么手检查好了，你看喽、哦，你看，是不是有？对，好了哈，对。那么这个是阴端，它还是这边是阴端，有没有？就是跟这边一样的，有没有？对。咁来破破啦！好，要安装这个，好，安装个高装个，那个那个颜色是比较准确。它是相呼应的，有可以阳走阴，阴走阳都有。
有啊有啊有啊。对啊对啊。你画银手，你画银手，你画。太紧了，我等我等你画，你画，怎么一下子就卷上去了？你画，一下子。这是阳左阴嘛？对不对？啊对嘞。这是阴左阳嘛？你看银手是这样。哎，你这，你看嘞，你一卡来吼，对啊，头都抽一下，啊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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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是啊，我对啊，啊，我定在甲恁讲啊，啊，你拢袂记啊？不是，他这边那个有走到前面没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，走到前面就是阳左阴阴左阳降下来啊。哦，安尼哦。啊，不，你甲讲。啊，小港哦。小港啊，那道理是一样啊，那是阴左阳往外啊，好不？那是不是阴走阳往外？啊，那么阳又要走阴回来。啊，调过来讲。啊，调过来讲啊。啊，我迄就是因为，他对我讲，你若安尼有，你看阴走阳，他是混住了。有没有混住？啊，你也无安尼讲。啊，你个照做正面无？安怎？我向心是不是往这边？啊，你讲，啊，你讲阴阳图。对嘛？你看，稍微前的四肢都阴阳图。家里的类似，所以你看，也是这样阴阳图，对啊，啊，你来，不阴不阳，你看，直接空掉了，你看，放人了，是安尼，有没有？这是我的工具来对起，所以啊，你老婆的话，刚刚啊，我放了，啊，你要放了的话，你就比较可以听这个跟踪杀的话，你回重心回去，向心回去，向心，是心等等，等等等，等等，好嘞，呀，好不？你这点啦，无调啦吼，啊！你这是固定的点，啊！这是它的空点的虚点，这嘛是空点虚点，对不对？你的这个空档，我来拄啊好，我来当主角。啊！你老婆，你好，啊！你根烧不明啦，三条。啊！你啊，瞬间你看，根烧不明啦。就你这大了无？完了无？啊对，安尼无？好不好？啊！你心间也无。你的原来的玄关的心也无，你个定心下来，行嘞，啊，行嘞，又上当，上当也无，你手定住啦，想欲右，欲左打右过来，都定来，都定来，上当。你即摆是咪？刚刚看向你对不对？看向。一个垂向逆向，所以。上面叫做恨，啊，你看安尼，安尼先恨下来，那就，啊，你有松无？有松腰开胯嘛？哎呀，好，松腰开胯比较容易。啊，你的玄关无去啊嘛，好无？所以要慢慢找出来了，搁定来下来。玄关是你的单去拨的，是啊，这个开，啊，你用过头去啊嘛，手够不够？这样就好。你要去打这个算了，好不好？因为老有空隙啊，那个，啊。你要安那用身体必驾驭手，你就开始安静调一调。主要点修行关怀的事情，起码就是无。那主线，那主线，啊，你卖差，啊，起码有点意外的对啊。起码我们到这里亏嘛，哎，心就差不多。好，心出来到位。哎呀，啊，起码心就是心出来。心入面，
心出来，到位，好，好，心里面，那起码这个是玄关，咱别加，咱用腰，那么一转，你看这边是不是开，我这边合吧？啊，你把凳子，你看往这边开，往这边合吧，又转回来，你看一瞬间，知道知道就好了吧，安尼吧，那空气就进去了。这个四面的太极图就结合一幅，那比我开心嘛？那幅你好，我这边一转的时候，你把玄关底下好不好？安心先，就这边可以，我这边好。那么你空气是不是进去了？空气进去就是你内是实，外是虚嘛。那么左右边这边是虚，这边是实，好不好？好，啊，这边等一下就分上下空，等一下下空是虚，上空是虚，下空是实。啊，先把你等下，我先把手过来看，我呢，这个空间我收来遮无？啊，等下换这个空间出来遮，啊，你把空间出来，刚好拖到，啊，听，啊，你第二个出现上虚下实的，啊，听，啊，这个三空间等于给它漏掉，三空间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感觉嘛，开始就是升，来，啊，个左右啊，平光，内慢慢进去，啊，左空就是好像到了到这里嘛，好不好？好，这边往上空抓下来，往右空抓过左空，心抓鬼鬼，抓到。那练个整体，它是一起的动作，啊，你感觉它的影响就变成一个力。不有恨强，不有一个只有垂强，啊，你不要垂恨万力。先从没有开始，安静。好，那是用简单去控制。好，空气进去，好，空气慢慢来上去，这样。哎，对 ，OK， 到位。阿姨嘛，你也听下另外，你手过了，就感觉就，哎，就是慢慢嘛，好不好？阿姨，你要干嘛？把它包好。阿姨，他说，你看，就要不要干嘛过了？过了嘛。所以你要整个空间都。哎呀哎呀哎呀，立马吧，你知道过了，你就要调在哪边嘛，要调，不会偏差很多啊，越来越。你有能量，它越来越准确。你要放大、放小，把你在力啊，看到？啊，慢慢、慢慢听，啊，不要着急，来，空气进去，好，空气出来，对，好吧？啊，你那高是不是？你无出就点嘛，你只要持续俩，所以个点就是啊，抽扯啦，脱离啊，好吧？脱离两条，啊，点嘛，哎，好了。对，这次就有点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所以黑松体力的之前比在之后交接嘛，你别急，别出来，你得再攻击，干别出来。我讲就别急别，得别出来，你另外这里超过他的行为了，看到？啊，你还退 Q 嘛？你嘛？别急别，得别出来退 Q， 啊，无你还急别出来，安尼。啊，交替嘛，对嘛，那个更替，更替啊，对啊，所以你要慢慢渐进，它就不会抽象啊，它靠近来，好，谢谢，好了，还可以，还可以多，对吧？对，多一困到那死。还有的是安怎，你的相心图不准嘛？安条，你啊相心图一准来话，我去回，对不对？搁安尼啊无，安尼袂，安尼啊相心图准，你看，接着送，你比安尼，你搁跳开啊？你提我手来，真尴尬，安尼啊，变做安尼嘛，变做安尼，安条了无？啊，你啊起码出去搁安尼搁等下，搁回来了。对吼。哎，刚才请进来。起码从灯过来对，他灯里一灯来对来对，扛心的锤，对我好锤，是实的哦。你起码来对变成机的我好实的哦。你袂使搁灯里来对变实的，按那个造型，安听？你也知影也出镜嘛？安听？我起码是吧，第一时间是实的，是吧？灯，啊你来个放，啊安听？阿姐阿哥嘛，你好你好。
当第一次转的时候很细心嘛，你也不要快，这个也可以慢，也可以快，另外你这边你也不要偏，你这边这个垫子你不能空掉，你的头不要动，你先轻轻移动，安尼有这个开这个好，好嘛吼，啊到这个、到位，我要冲后无，即摆是毋是？我讲起就是要转后无，搁扭一下，这是毋是开？这又来只合无？安尼这个空间就是还有慢慢被带着，看到？搁好拖咧嘛，看到？安尼叫拖掉咧。现在重点的是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重要，这个重要的。我其实我这里不把整个丢过来。啊，对，所以它很重要，这个玄关。你玄关丢了，你身体就跟它丢了。好，啊，你这么怎么僵硬？所以僵硬就是无吹，迄个内外空间变变僵硬了，你看，我放松都没了。啊，你也开始僵硬，就没了。我就要空间，你看，空间它玄关，你看哦，这是实的玄关，这是虚的玄关，你等了怎么放？怎么样？很松，是不是？好，慢慢旋转。阿莫，你看，这个是灯，它绝对不会，看到？不会说这个跑线，一定会之内。去的，那么是它是由内而外，但是你要记住，就是外空由内，看到没有？了，你要记住，外空由内，这，啊要吹，差你的，加这个根，由内而外，这样。你吹你的根得了，没记住，你另外没记住吹，你好，没记住吹，哇，伊个空间必行，听，要包围空间。你就是包住啦，我阿姨已经熟练啦，真熟练，你们对得来。哦，阿姐买几米料，我还可以跟出来，看看。何必啊？我今晚不嘛，好吧？阿姨今晚该转，慢慢肢体先个转点，转点伊个空间是往这边来对，走，好吧？我来讲一下，你慢慢自然，好吧？你属于阿爹了，对跟。那你把什么对？我靠，这里烧你啊，好吧？烧中跟有几个来对不？啊，我叫跟中烧吧，看到？哎，这样。他谁带这个空间？谁带这个烧中跟中烧？啊，你今晚别几百地方。烧中跟中烧。啊，无顺，一无好坑，一盖就起来。你知影无顺，你若搁知影有顺，知影唔知影啥物原因的话，当然搁做袂好。啊，你即摆是先知影，啊，你免控制，你就会先注意，看到？哎，是这样，哎，是真的重心过去。啊？没有，重心都在这边。所以小孩子很小。嘿，啊，即摆特别看贵。好，变工啊。我这样，既然你若是讲变故，我就这样嘛，好不好？稍微开嘛，哈。另外过来，稍微开一下哦。好，那上巴的位啦，那听，啊你若无直接，安尼感觉怪怪的吼，要小较开放一点吼，啊，无小看就输了。啊，听，我好，那听。这重心还是在。在这边，在右，哎。重心在右，一定要大的。对。第二，要注意啊，吼。力量很大，力量大。啊！你从这个吼，这个甲这个胖吼，伊会甲这个伊会甲这个胖，甚至放大，对吧？对吧？甩开吧，安尼无甩开，行安尼。
甩开了嘛，好不好？刚才像咱一条迄个线段钓开安尼嘛。并脚嘛，哈。啊，并脚。我开。短。我拍车是嘛，拍车是也是，我们总要比较的。啊，杨氏的话呢？不，城市嘛不会顶拢安尼啊。一拳头宽。还是要有。一拳头宽就得。安尼啊，一拳头宽呐。我想了。安尼一拳头宽呐。是这样啊。所以城市他说，不钉不扒，这叫扒，这叫钉，这叫不钉不扒，这样，是这样。是这样哦。是是是。他是。大约这个拳头宽，自然的步伐是这样，并不是这样。哎，不，他好像42/44，然后这个是城市的所以他们都是要并不重要。对了，他会抽一的哈。不是啦，这足重要，足侪人。拜下来，这个脚位哈，脚位这个叫颠步。老师，等一下哈。讲的哈。老前辈了哈，一共这个是丁步，这个是八步，这个两个步伐都不小，他是前脚掌微微张开，后脚跟并起，刚好前面大约从这里量哈，加到一个拳头宽，这样最准，好吗？不是量这里哦，不是这样哦。老师，你讲位倒位呢？是在前脚尖的这个位置的地方。哦，那你想开嘛，好不好？嗯，稍微这样，好不好？稍微这样，稍微这样，这样。哦，所以这个不行，这个也不行，这个更不行，这样。哦。所以要知道它的位置，一站了哈，就是自然脚步，后脚跟变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要注意啊！哦，是。干闷了。好，你看，另外，咱的线哦，很重要，它是从根到梢，这个线都绝对不能破掉了。你看我这个根是在这里，这个根并且这个，这条线无形线空间哦，绑在家里的百会，你把你的家百会，啊，你今麦这个点是不固定的，对吧？啊，你好多是要转的地方。当时我转的，是都不是都不，转的用力哦，用力，我讲用力，转的用力，啊，你有发觉？发觉？是这样，安听哦。另外，内底是收水嘛？啊，即摆即个一开始是空气怎样从内进去？咱即摆想功能行得二号，里外想站住按下，你看空气怎样？加鱼加鱼，啊，卡点啊换，对，加鱼加鱼卡点换加，马来杀起来嘛，哎呀，先杀人家嘛，哎呀，所以这个很重要一个太极图，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在一个虚玄关，一个在实玄关，一个在这个玄关，一个在你动的这个玄关，一个在头顶这个玄关。这就是短期，对，那嘛是啊，这嘛是我讲过啊，我嘛听你讲过啊。对啊。我讲你听，你看，这里涌泉穴在倒位。两千岁刚是第一家，是吗？第一家嘛，啊，一行白鹤告同样的一个同样的位置，没有嘛？一是同样的垂直线，但是不同样的位置，看见啊？他说是用一垂直，对，它是同样的垂直嘛？啊，那是你看来对，白鹤是第一家，啊，永泉是第一家，对。啊，以前嘛，这里白鹤垂直线第一家，啊，永泉垂直第一家，好不好？对。你同样的线嘛，看见啊？所以。他同样的垂直，别讲起安尼嘛，安尼兼这个用钱起无？安尼有起无？这样我就说了，比如讲你啊，辛苦了，好安尼，
还有气吧？对。还有气吧？对吗？所以你一站呢，就能感觉这个空。你起码这是你的脊椎垂直线嘛。对。啊，这是你的，你看是在家嘛？是在这里，那条，这是涌泉的垂直线。你涌泉的垂直线，你看这个盘吼，会产生能量哦。这个盘你也起来来。咱即摆先甲咱的那个点吼，先放落涌泉，啊，中间到前，先夹了，啊，起来。啊，你若无扎就无胖了。你若放空空，啊，算了，无胖了。好嘞，都第一时间，好嘞，不要讲，算了，算了，啊，把这个把，好吧？啊，你有含这个，这个，好，哎，啊，共鸣离开你的啊，搁一个新的垂直线。安尼即马再来，再用这个肩曲线，你看，这个另外是一条啊呢，这条啊心呢，肩曲线是咱的条啊心呢，条啊心呢，咱条，啊这白色是咱的中靠的心呢，然后，所以肩曲线跟涌泉线其实是垂直，但是没有重叠，啊没有重叠就不对了，交锋了，啊安对哇，交锋了，安条，你虽然徛你哈。你看，咱这个心内主要是要给伊这个咱的这十年的胸腔这个，别往松塌到腰，腰胯到底下，这个把出去。啊，这个把我讲这是局部的，这拢局部的，这拢局部的，这拢局部的。这种计，真的是够。我伫遐用，恁伫遐甲恁讲，讲几两摆啊？我老公。啊，等。对啊。阿丹，他又不是真的，共鸣啊！这也是慢慢身体推回这个句话，是单位单位。哎，对吧？我来过那个介绍，你啊，你啊，肯定啊，心跳，你就感觉这个空间，就来用这个背景，这个气氛整个到位了。利用力做懒哉，好来，瞬间有动作，懒哉到位，瞬间看到没到位？懒哉在哪边？右边。好，没它到位。啊，你看我真正松肩成坐，看我真正的外三头到内三头，真正的内三头跟外三头，你看，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混响。你也开始动感啊。这是外三的，对。那外三的是对，对，不对？嘿，你看这是整个，这位脚踝，这位脚中间，中间这个，嘿，它到这里跟这里合嘛？你看地面它硬很硬，硬硬的，你看，是不是硬硬的？对吧？你要整体它松下来，你看，它从内在一起。那么这又是指向的，你看整体它那个螺旋向，你看这个风前又挂住了，它都要动。这那刚好共的哦，这个烧进来跟打烧，有没有？那么这个二八又刚才中间沉不下来，那你那种整体中间，你讲那个，含外三合基本的都没有了，都安利了吧？现在都没有了，好吧？啊，你来瞬间，你看，我肩一松就分化，那么合了。你看这个空间，这个感觉就不漏洞，这个跟膝也不漏洞。这个虽然这个是放在这里，也是两手这样的空间，就是好像这样的跟它下来，并不会整体变而已。外三的是内三的，外三的拢有啊。什么叫做内三的？心运气啊，心运气和气三合嘛。哦，啊，你看，这是拢空绕口令啊。一般的学者拢空绕口令，你不能找到心力之华的话，能不能传到道气？很简单啦、啊，咱即马用像你即马对我开始啊，什么叫意啊？并讲以外，你看哦，咱即马讲恨，再来讲锤，是啊，对吧？
你嘛自然站的，他没有坐坐哈，自然站你敢停，自然学吧。马你再加一个轻轻，是不是行？好吧，哇哦，啊，那么这个是直向的哦，啊，又有升降，又有啊那。刚才就只有降而已嘛，那它又变成前升，后来后升前降，好，阿姐妈安尼阿不教嘛，那个是你听哈，算了吧，我听你讲一下呢，这才是真的，它不是一个垂向直的而已的，松了肩，真的，这是垂向的脚吗？不是真吧？瞬间里里外，它的道外它是内是虚外是实，那么时候看你这个懒哉到位，它的到位左空间是虚还是实？到位哦，刚才是真理的是内虚外实，对不对？上虚下实，对。那么这个到位，它的左右空间哪边虚哪边实，这样给你听就好了。到位，转正到位。看哪边虚哪边实，也不正定到位啊，也到位啊，你看。看哪边实，哪边实，你这个下盘最准的，最清楚的，这样。看哪边虚哪边实。这边虚，这边虚。哪边？你跟同事一样。这虚，这虚。你前观在哪边？你要看前观在哦，对，前观那边的时候。这边虚，这边实。这边虚，这边实。对，这样你听，好嘞，你看看啊。现在前一个空间你不稳了，拉回来你就不知不稳了。你在前一个空间还没有到位的时候，这样过来，这样。啊你要这个要扎到这个脚有这个，这个本来你看瞄，你若这个扎个，这个绕来回，这个听袂出，看瞄，看瞄意思无？你看大嘞，哇嘞好嘞，磨磨动，我把你磨动无，我讲意思安尼，安尼先管头个第一栋跑到去底只，好不？安尼想一个虚，一个实，我讲听。好，你赶快磨，个动作等，你就从头来讲好不？左虚右实，好不？爱紧个磨，我讲一个意思啊，听。来跳吧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啊，这边吹这些很像，啊，你爱加，啊，都要讲吹向爱对吧？有吹向是假，没有立体向也是假。啊啊啊！这人这来又讲。有立体向的，你看，我就先讲一下立体向的话。啊，你怎么说？啊，你讲这个，啊，你这个，啊，你松肩、沉坐、三。啊，你讲讲真诶，那是假。比如讲，这三层，这另外是肩啦，这是肘啦，这是腰胯、肩、肘、腕，它三个跟脚合的，是这样的，是不是假的？明白吗？电话工旁边，你看，这是假的，假的外三合，啊，甚至都不合的，啊，你夹夹吧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假，也有块内核啊嘛，对吧？有这旁应有核啊，对吧？那么核，但是它没有螺旋啊，是假的啊。而且没有整体嘛。你看那整体料，你看它的螺旋这个缝，不有缝，这个缝拢拢梗，拢拢在梗啊，你看这。啊，你若无想，死死对，是不是？含这你也粗下拢总无的，你看。安尼讲，对。所以要确认，心与意合，意气而气，与身合，这是内三合。啊，等下听下频率。啊，即摆哈具体，你内底这个，我这个胸腔、肩，这个能量到家，具体看有没有跟这个胯合啦。松腰开胯，这个要松腰开胯。那么松腰开胯底下，这个一定要怎样？里面有封闭了，它坐得坐无？安尼哦。
所以你封闭像气球这样有风啦，是不是？接接接，而且风绕了，刚接接嘛，就要有气里面，你就要产生一点封闭，这样好像产生开中运和松肩沉，含胸塌腰，屈松胯，这样整个架构才能稳固。那么这个空间，刚才我说了，这个你看，它回来了，又。那单边过来了，你看单边过来，哪边虚哪边实。单边滚，单边滚，正向吗？对啊，正向。哪边？哪边？哪边？哪是这个？这里，这里虚，这里虚。这里虚，这里虚，这里虚。哎呀，是这样嘛？对，好。所以它的空间就会这样的角度了，它优势立体了，变成这边，这边升降又这样了，上虚下实，它的这个空间你看这个第二单位，这个空间你要随着这个呼应烧过来，啊你先到第二的这里爽到第二条，看见吗？齐了，你连卡起了，哦，吹啊，这样啊，好，就坐好继续，来啊。我叫谁啦？啊，你朋友啊？你叫啊？你介绍是老师。今日来学群啊，要当啊？所以你看，你开始哈，我一直等他。老师。到位，刚才要做那个左右后里翻转，你看到位的时候，又整体到位了，对，又整体到位了，我有这样啊，好不好？加了条件降回来，好不好？就整体好像就有这个力，但是，对吧？啊，你看用小东西还，哎，好不好？这样很紧，把那个点就摆好了，但瞬间到位。好，有没有比较好呢？那么诚心在常态再说了，外圈与内圈共鸣，你基本外圈打内圈，内圈与内圈打外圈，这样好了，从不会开始，你要动这外空气外圈嘛，就是内圈嘛，好不好？安心不？外圈打内圈，你是吧？移动的时候怎么样？好来，要开了，是不是内圈打外圈？哎，很漂亮，安心嘛，心里找到圈，但是没有找到底。所以你摇晃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，再来。直接的点的玄关，玄关到你到位的那个点，玄关你启动的那个点，阿哥来了，你到位那个点，你不清楚嘛？你手要扛手的所在，到你腰，你就到位啊。哦。你意思讲，我今嘛只行，你这店面唔知要登到对哩嘛？知啊哩？对啊，我意思讲，知。我今嘛知要登到对好不好？啊，你嘛是店，我嘛知影到对。啊，你又知影到对，是咪过安尼走？我。看到没有？哎，所以要清楚，这个叫什么？点面线，你要清楚。刚才你是招外跟内啦，一个外圈跟里圈是不清楚，对不对？但你圈的迄个丝啊，无扭改，迄个球啊稳固嘛。球啊稳固是固定，对不对？这叫静，所以要学动静，这叫动静啊。你点就是什么？静，是不静？啊你，你里内是动了，是不是跟它动就呼应了？啊，一来静不掉，啊，你是的，来，是啊，好，来，这个是完全静的、哦。那么你这个手就变成什么了？跟你的身的移位就变成什么？这叫静中之动。看不到，我讲了怎样？记得，这台是枪，被拉的。这个是主动的拉他的，第一开始他没有动嘛，但他不是主动，对不对？我拉他了，他是不是动静中之动？安条啊，安条啊，好安条，阿姨两个是共享，控制的，你安那个，你喜欢安一个是通常的嘛，所以他变成一个有没有动静之动？动
动静之被拉的嘛感觉嘛，那个点嘛，那个点是安尼。啊，这是咪固定的黄线条？啊，这嘞，再一次点啊，那是虚的点，安详吧？老师，你这样被拉的车好像就是那哎，故障型被人家拉。对对对对对，啊，这个手就是安尼嘛，就是安尼。安尼是咪静中之动？这是被拉的。你看这这个点，我咧被拉的，啊，你若强大先，会使无？哎，第二嘛，安尼你静动之动啊，哎，你叫个似静非静，一句话无？哇，你这一句话是安尼哦，似静非静，完了不？它非静嘛，静中之动，它静的静是就是静的静。你这台车有看有似静非静无？好，对啊，哦，安尼对啊，好来，就这样做。安尼心态对，你做来太稳。啊，该启动就启动，哎，如何稳握？行，你先一开始就要虚静嘛，虚静完全没有就是没有，有了瞬间就有就没有。而且啊，里外就是里外，外应内里应外很清楚啊，没有？阿来，你们找很简单，我刚刚点面去啊，到位到哪边嘛，好吧？好。好把那手吼，大概朝这样的部分，哎，好，你看好，朝这样的部分，哎，好，要牵着走，你不牵着走，它带不出来，要牵着走，它能带得出来，看到没？啊，你俩这个空杆走的是破破的，这样带不出来。牵着，牵是肯定。来，我讲，比如讲，牵着它多少是公拖车，啊，你现在这台动作，你的手是车，对，那个被动的车，心是主动的，好来，带，好。这个带了是一个不同时位，手它是一个不同时位，先不同时位带，对，对，好了，再来，多练几次哈、哦，可能不是一次就可能做得好。我是同时位啊，那不同时位，同时位变成这样，好，你好好做，你看，这个同时位，你看了。这一手封闭，先不动。我是走一半了，好这走，看到没有？对，好。哎，看到没有？好了，再来。啊，你虽然找到第一个空间，第一个空间你就破了，你的右空间就感觉被漏掉了，它被漏掉了。就是我头来讲，讲象形图不明哦。好，假设我变我这手是封闭，但是象形图在哪里呢？不是在这一手，以为象形会往左走嘛，所以象形图在这边嘛，看不看？他刚才说我不能说这样嘛，对不对？他不是同空间嘛，好不好？你看啊，是不是这个空间带这个空间？有了哈，好，好好来看看啊。我准备攻。要有三柱或者对不对？就是你的中柱去影响到你的左右柱，这个空间它的左空间带着这个右空间走，看到没有？你想它是说我左空间是变被动的，右空间变主动了，看看吧。来，这边拜。我要往这边走，对不对？我以左空间为主带这个右空间，看到没有？那么我要往右了，哪边是向右？右边还是左边？右边。对嘛？哦。好。啊、哦，对，这样就对了，有没有？还你有几道？哦。对啊，哈。还你有拴住吧？好，还点点明白哈。别点，别点这哈。哎，你的思维一定要清澈嘛。所以 ，OK， 哎，好吧。哎，哎，
当然行，它不是往前，它呢是横向的。好，横向，横向。对，好。安尼有做前头嘛，有嘛吼？所以你刚才一定要呼吸的很熟，那么等到会了，我就不等他了，就更进去。现在你要思考嘛，一定爱嘛，就思考就当做哎，你也喜欢那些，等等弄好了，说哎呀，相机在哪边？你看心机相机有没有？你看有带模型等等到进去啦，有消长啊，那跟对了，是吧？一气呵成六个动作到位。那是不是相机了？相机不敏就打了呼。相机它要呼变了，不一定在哪个位置。安尼有不有没有不一定在哪个位置没有？哎，对，有吧？它有牵动变化的。老师，你这话听我，相机不是固定的。啊，可比较厉害。我相机来用在右，我一直用在右，它就能打。不能打嘛哈，相机一起，它像一个抛物线，刚才像一个空格哈，咱拿一个空格吧，啊，你用的这个空格变化就是一个空格，对不对？嗯嗯。啊，你的抛物线安尼照，然后又照入相机窗。哦，对嘛，我即摆变讲，这边是右，这边是左嘛，安尼是这个抛物线是啥？这是啥？啊，带过了是抛物线，这个空间对这个空间是有安尼嘛？只讲这样，我不讲一个窗啊。啊，内底一个地球，啊，个电力，咕咕咕咕咕，那个有相机的变化，那条魔弹，还魔弹嘛，对嘛，啊，起来，对了，那我够电，那我够电，也魔弹变化，四个空间是立体的，啊，安尼立体，哎，所以空间变化了，那么左右，咱讲是空间对不对？但是咱个左右是起码这是左右对不对？嗯，这个是主控嘛，好吧？是安尼魔弹，安尼叫来是你这边，你来这边。啊，你卖过来是每天了就，安条，安条意思吗？安条，安条，安条，相机无固定。我讲推手，你看因迄堆底下的时阵，就是拢安尼拢无办。没有相机组，只有两个空间在磨荡，不是主空间在磨荡，安尼叫做双重。是加工，加工。这个叫双重。加工。啊，你也做两个磨荡，两个空间磨荡。换手机，放给我，这个叫双动。手安尼，前部的安尼，脚安尼，安尼叫做双动，并不是你在虚实的移动那个能量的双动，不是那个、哦。是讲安尼徛来，五五迄个双动，是你心加咧，然后让你加咧，迄双动就加咧，迄个双动，安条，啊，迄个无迄个空间的这个双动。当头或者用这个鼻的卡，看到没有？你那卡这是一种错觉嘛，而弄安尼嘛，好不好？你看，你起来行，你看，这样就没有中空，这样都没有中空。啊，你呢？先你两只脚行，再用中空行。你行，你先行嘛。你这边行是两只脚在行，不是中空在走嘛？看到好啊，你行行，那个用中空。再看看，用中空去互动，你先一种无中空，加咱两只脚行咧。中空，中空啦，你的中空用中空，这个中空控制住啊，看到？啊，一般就是没有练，只有这两只在动，看到？你的心在动，其他的行。那个肌肉，你挨个的两只脚没有？啊，你啊中空在动，它就不能想，看到？走路看起来是不很明确，但是你带上去了就有，有没有？哎，说了阿里缠步，你往来缠，你用两只脚动的，没有中空试看看，一般是这样，有没有？是不是摇晃了？这只有两个柱而已，哎，中柱带进去了，就有三个柱在磨荡，有没有？有了啊、哦，有了，我讲阿里嘛。啊，你下摆有了上空，也是一样。这里有魔杖。对啊对啊，啊你看，有啊，你有分成三级的嘛？你看，接它上去，还有三级魔杖。哎，我延伸，脚这边跟它是一个是魔杖的，好吧？两条的。哎，你也相信哎，不对不对，是吧？哈，你看
这个图就带那个，这个图就带这个，有没有？那我个人，我要过来这边用这个带，不可以啊，啊，是用那个中空的带，对吗？所以叫做用就是罗嘛，看到？但是你找到前后左右空了，你看啊，还有前空、后空，这不要你跟我讲，这个空合头吧，好吧？你看。五我沾四应三，沾三应四，你看有没有这样？现在有没有在沾四？在应三，在沾三应五，在打四，有没有？沾四在入五，五在打三，有没有？啊，不，你要用三次打，看看有没有？没有，还是不是几百几百？所以一个叫做生数，一个叫做产数，有吧？礼拜左右你还给我前空了哦。你一瞬间沾了它的一些前后空又过来了，它是被后的一沾过来进去了啊。但是不管它，只是一个我知道有中空啊，右空，左空。你看你。过来，我一沾，你们一个熊标嘛，是不是要释放掉？他、啊、是不是要个再进来？不要再释放掉。那是生疏个情绪的，生疏个情绪。好，来，你继续讲来，来这个工作就得了。这边是不是四？这边是不是三？两是不是五？听到了啊？我是不是四沾来五？五是不是打三呢？三有没有进来五？啊，你是不是有一个生数跟产数？加就是产数嘛，位置空间就是生数嘛。看下，三要加不加？你中完嘞？五。啊，这里呢？三，这是四嘛？四嘛，对吧？哎、啊欸，你加就会好少嘛，对吧？哎，对吧？啊，就是伊的这个话来广告。看下，阿姨就甲你讲，你都听不清。看下，你若无吃的时候，你讲咱分解下来，三是三的它了嘛，五嘛是五嘛，啊四嘛有伊的四嘛，对不？啊你无讲，啊未讲，伊知影尔，啊未讲起来，下来，你别走起来，下来。比如你即摆走来讲尔，即摆拢讲唔拢唔知啊，啊你是不拢唔知？拢唔知，拢唔知下来，是啊。啊，我准备抓四无，入五，打三围哦。三要不要抓进来？进来五，有没有？有办法，是不是？四级的变化。变化。有成数才有能量嘞。有啊，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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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这是先天数嘛。啊，你有稳固吧？啊，你有出路吧？好，啊，是不是瞬间？你只是左右而已，没有上下前后左右了呢。